路是海陆空交通的密集地，跨海大桥的修建，无论是对于建设者而言，还是施工设备，都是一场极致的历练。建设中出现了很多始料未及的难题，首先就是人工岛的修建。伶仃洋里没有现成岛屿，工程团队只能建造人工岛。西人工岛预计岛长625米，最宽处456米，呈菱形，就像海上的风筝。